今日我哋個 volume 輸出咧，即係應該就嗱，你哋聽到聲嘅，咁喺嗰度冇問題嘅。但係我哋個電腦咧，後頭嗰部電腦嘅 volume 個輸出咧，可能有即係我哋暫時未揾到咩問題。不過好多謝啦，即係我哋嗰、那個顧問啊，我哋音響顧問啊，咁聽日會上嚟同我哋睇睇噶，咁啊多謝曬佢先。嗱呢一節我哋會講下我哋偉大祖國嗰個近況。咁啊其實啲嘢大家都知啦，不過我哋具體啲講下啦。咁啊金融圈近來屢屢傳出限薪、降薪、退薪等等，咁嗰啲嘢咧就好，香港主流媒體就冇乜點報，大家都明白點解噶啦。咁其實我哋從各方向啦，包括自己啲網友喺上面大陸提款咧，佢唔會唔俾你提嘅，即係問下你啦。咁啊，亦都限下你個額啦。咁啊，亦都話聽見啊，成日話啊，好多地方官員冇糧出咁嗰啲啦啊。咁啊，但係咧嗱呢一度咧啊報道咧啊，我啊係喺啊中國媒體第一財經度攞翻嚟嘅喎，咁我覺得應該我講得啦啩 ，OK， 好啦，就係咩叫反向討薪啦？咁大家一聽就知道咩情勢啦，即係追翻你之前出咗嘅人工，即係出糧俾你，即係我哋真係好撚大鑊 ，OK， 嗱，中國金融圈近來屢屢傳出限薪、降薪、退薪等等狀況，不斷引發市場熱議。嗱，一句到尾，唔冇錢，追翻三十年。税一句到尾唔冇錢，窮人私舊債。OK， 但問題咧係咪舊債咧？好啦，限唔同嘅行業嘅人工。OK， 有啲金融機構甚至乎倒閉。你去上訪，你去追債，咁你知道就對付你。咁你為你而家咁樣、那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是、反而係喺邊度咧？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即人民的信心是更加薄弱、啊、做生意成王成恐，連打工都可能會被人追薪、啊、至於即譬如我有些、老友記的細路，你問他做什麼呢？喂，十居其八九，現在大學畢業那些做電商，屌你個這麼多電商，即個名字好聽一點，好，你去做青年即是、那個、青年退休中心，屌你那些青年老人館、老人院、啊、這解的，咁你真係好大鑊呢件事。好啦，嗱，根據咧，嗱佢哋就係呢個第一財經報導啊，淨係2023年咧，中國就有11間上市嘅銀行喺年報入邊透露佢哋反向討薪嘅數據，淨係呢11間咧，嗱，因為呢啲係上市嘅嚇，咁佢喺年報度透露咗啦，累積嘅金額咧就已經係有超過1億人民幣啦，招商銀行咧更加係當中嘅討薪王。追回咗4329萬元人民幣，涉及該行4415名員工，即係其實都係一皮嘢到嘅啫，每人唔算多。OK， 咁啊，呢個反向討薪咧，亦都係績效薪酬追索扣回嘅制度嘅，即係話如果員工喺在職期間出現任何違法違規或者職務範圍入邊導致風險損失等唔合理嘅地方咧，銀行就會將俾咗出嘅績效薪酬咧追翻翻嚟，並只付尚未發放嘅部分。嗱，咩叫做績效薪酬呢？你話如果我唔知咧，譬如我去買一隻基金，可能有斷咗工，咁我就梗係冇佣收啦，好正常啦。但係正常我唔知大陸點樣啦，唔會咁笨柒啩。我譬如我買一個基金，我都未收曬個客錢，我客個月俾500蚊，我你係有10% 嘅，有50蚊。咁我咪個個月俾50蚊你咯，收到500蚊之後，我唔會一次過。原來我基金我係個係100個月嘅，係5000蚊嘅，或者50000蚊嘅，我就攞嚟俾10% 你，俾5000蚊你，我唔會咁樣噶嘛。然後我黑斷保，係嘛？我理解冇錯。正常嚟講，喂，你而家你阿正簽張單翻嚟，我你買咗個永年平，譬如咁講10萬蚊，你有10000蚊用，但係個客係供嘅。我唔會一次過俾10000蚊你啊，斷股。你供幾多？你供嗰錢我唔俾100你咯。咪就係。係咪咁樣啊？咁你點樣追回咧？定係話喂，你嗰日遲到，總言之雞蛋你挑骨頭，就係要扣咁啲。咁我諗第二樣嘢似啲啦。OK。問你借錢咩？俾翻你。喂，而家有啲仲好笑啊！出糧呢頭出糧嗰頭就係要你又寫白條出糧啊，或者要你認購股公司嘅股份啊。喂，你糧都冇得出俾我，然後仲要我做你股東。喂，你都喺度爆啦，咁但係你點啫？就係啲股唔值錢。你出邊揾唔到嘢做啊嘛。OK， 好啦，第一財經報導，銀行過去作為高薪行業嘅代表，而家薪資增長咧，
唔好講緊薪資增長啊，即係唔好講加人工。反向討薪嘅名單不斷拉長 ，OK， 即係由以前十間，而家二十間、一百間、一千間，銀行不斷加碼力度，令到規模攀升至歷史新高。嗱，根據不完全嘅統計咧，2023年中國銀行、招商銀行、渤海銀行、哈爾濱銀行、天津銀行等等等等等十一間上市銀行嘅年報入邊咧 ，OK， 都係詳細公布咗佢哋績效薪酬追索扣回嘅情況啊！嗱，我唔講細數啦，即係呢個唔係流嘅嘢嚟啦，係佢哋上市公司年報入邊公布。嗱，有陣時我哋同啲老友傾偈，喂，大上冇大話，雞冇啦，大把錢啦，香港頂啦，俾你冇事嘅香港。喂，屌你啲儲備，喂，屌你兩個月就唔見幾百億咯喎，冇幾多幾百億嘅啫喎，我哋頂啦，點解唔頂咧？屌你咁真係有事，中央會救你哋噶嘛？哦，咁樣。中央好有錢㗎。屌你老母！佢李克強啊，李克強啊，總理兩年前已經同我哋講，喂，中央冇錢啊，你自己搞撚掂佢啊！佢哋自己啊，內部啊，都咁樣啦、啊。佢喺度睇你香港，你咪有本事咪搞掂佢咯。屌你老尾，好簡單啦、啊，聽我講啦、啊，習主席。屌你老母，打個電話落嚟嗰班友，喂，開始搞撚掂咯喎，而家啊又就嚟求全情喎，判案嘅喎，佢想普選啦、啊，冇翻出嚟。一天搞撚掂噶啦，就係雙普選搞撚掂噶啦。嗯，好啦，呢單嘢咧，細節就唔講啦，追時間。咁啊，內媒新京報近日報導好多運油車、運送大豆油等等可食用液體，但佢哋又順便運埋呢個煤製油工具嘅喎，即係由煤製化工具嘅液體運油車換貨運輸過程又唔會清洗罐體，引發呢個食安風暴。繼於是乎網民話：，哇！而家去完香港買奶粉就，終於要而家要去香港買油啦。嗱，呢個新聞嘅嗱就係咁樣啦。嗱，所以我哋香港咧點講咧？特區政府嗱睇到呢啲啦，即係話我哋香港價值係乜嘢咧？即係去到而家，我哋就一定係要緊守我哋自己過去，你能夠守得幾多都盡量要守，而唔係去破壞。如果係因為呢一己之心去破壞，譬如你想加官中爵，你想去時鐘嘅香港固有嘅嘢，你就係屌你賣港嘅罪人。我真係唔，即係你哋有冇心做呢個賣港罪人，買一賣就一件事啦。我最驚你係以為你自己做緊屌你啦護港英雄，原來你係做咗賣港罪人嘅，你自己戇鳩鳩嘅，你咁撚蠢係嘛？喂，即係佢哋而家仲會信香港喺呢一方面係 OK 嘅，嗯。喂，我好驚你哋咁搞法，好多好快有一日連呢啲都唔信啊！呢一啖食你都冇得揾啊！即係好簡單，正如有人成日都要提啊，話要喂屌你老尾，曾經真係有人提過嘅喎，係嘛？成日話要屌你老尾嗱，譬如我哋啲咩升國旗啊嗱，我冇批評升國旗，屌你老尾中學先學都得啩，唔使幼稚園去搞啩，係嘛？屌你老尾有時話成日要去殖民化，咪屌你咪搞咯，搞曬佢啊，拆埋香港大學都得噶。屌你咩西環嗰啲大撚把嘢你撐啊！啊！屌你而家原來人哋就係中意睇你啲即係歐化嘅嘢，就係、是、要你就係、是、要唔同，係嘛？佢甚至乎國外啲人我唔好講香港啊，佢哋去青島都係想睇翻嗰個即係德國佬當日剩低落嚟嗰啲風情啊！屌你老母，你係咁喺度搞啲搞路係嘛？即係好話唔好聽，如果你諗下當日我哋嗰套啊～嗰啲咩維尼嗰啲咁撚嘢血乜撚嘢，你知我講邊度啦？血與物啊！正喎、啊！你話如果嗰度有我哋有得搏批咗啦嘛？係咪好多人落嚟睇啊？係嘛？屌你老母！呢個就係我哋嗰個價值啦嘛！柒咯！屌你老母閪！你個咁嘅屌你老母冚家產臭字！屌你嗰個咩臭字啊？嗰、那個教育局唔係啊？蔡玉蓮啊！屌你老母真係冚家產嚟嘅呢個，你個衰樣啊，衰相衰到不得之了。好啦，你網友話啊，屌你老母，大家香港去啦，嚇、啊，估唔到以前你要買奶粉，嚇、啊，而家要買香港，不過亦都有網友話，喂，香港啲食用油仲得唔得㗎？有人開始咁懷疑啊，會唔會賣曬啊？諗唔諗起我哋以前，屌你老母去香港買牙膏日子啊？諗都諗唔到，屌你老母，而家咁咪要去香港買油，真係慘啊！以前香港我買化妝品。一人買油，我仲覺得佢戇緊鳩，原來係真係要買嘅。揼翻上都重啊！係啊，屌你啦！咁你冇計啊！好似奶粉，好撚痛嘅油，重奶粉啊！好撚痛。好啦，油嗱，
央視網咧就話呢一種行為係對食物安全嘅公然挑釁，更加係對消費者生命健康嘅極端漠視。啊，一定話無論佢屌你老母閪，背後個後生幾大，對於違法嘅企業同埋相關嘅責任人，一定係絕不姑息。咁我就睇你絕不姑息。絕呢件事可以解決啫嘛。係啊，查下邊個記者爆出嚟嘅，搞掂個記者咪得咯。佢、啊、上次嗰個爆地溝油嗰個記者俾人怼撚，俾人吉撚死噶，一又執呢啲招咯。因為你咩咧？嗰個記者都人招吉撚死啊！咁啊，另外大頭奶粉個咩嗰個就陳撚芝士啦，坐七年監。趙連海。趙連海啊，好啦，嗱，另外一單我琴日講過嘅，有相睇，就係湖北恩施市民拍攝嘅視頻。視頻入邊我哋發現有話吸水車。但係係黐上去嘅張紙，佢哋將嗰張紙搣落嚟，竟然見到嗰架原來係個吸粉車。OK， 咁啊嗱，啲網友咧就話：，有冇咁撚離譜啊？屌你老母！就係咪講過啦？但係有網友話：，可能呢啲水係我嚟淋花啫，唔係俾人飲嘅。其實大粉車裝水，佢俾啲綠化苗圃仲得嘅。有啲人就話：，好多浴場啊，可能就用呢種水嚟加熱嘅，真係俾你沖涼。其實老實講，你哋裝同佢諗就嘥氣，裝水就係裝水，裝屎就係裝屎，啱唔啱啊？你有冇人以前倒嘢香港嗰、那個？屌你老母！人嚟裝喂，如果佢架車係裝乜都得嘅咧，你就唔撚使喺出邊寫住佢裝乜嘢嘅，你都唔需要攞個牌去我嚟裝乜撚嘢嘅，係嘛？屌你老尾！真係嗱，我哋睇一張相先，睇一張相嗱。屌你老母！佢嗱喺左邊咧送水車，就揾張紙黏撚住佢。咁如果你話係我嚟裝得咩嘅，你唔肯使黏佢㗎，有溝佢咯。係啊，搣撚落嚟，原來送粉車。我屌你老母！你話啲水我嚟做乜嘢都唔可能咁樣啦，係嘛？咁你咪唔使直情唔使噴紙啦，屌你裝乜都得，係嘛？你話會，但係你話我嚟飲，我係覺得有啲離譜嘅。但係你話，即係所以點解咧？而家咧，喂，翻嚟啊！我哋其實好耐以前啦，好多年前啦，我啲大陸朋友啊，即係上去住嗰陣，好多年前啊，十年前，從來係唔飲佢哋啲水嘅，無論即係話啲水塘乜都好，全部喺香港買水。後來就喺即係大陸，佢哋話有啲有品牌，即係一箱一箱嗰啲。即係用水機嗰啲蒸餾水，哇！佢咁我連蒸餾水都牛底啊！我屌，真係好啦。咁另外嗱有你喎，哇！呢、這個我諗我哋可能都食過喎，我真係唔知啊。咁啊，琴日有報道咧，內媒啊澎湃新聞報道啊，我哋偉大祖國有相反，用福壽螺冒充田螺，嗱田螺我真係專家，又專家，專家專家，屌我到而家都差唔多個禮拜會食一餐田螺嘅，係、啊、因為。我知道邊度有得食噶嘛？首先，以前咧深水村咧，我放工啊，屋個深水樓下有好多嘢食噶嘛。我而家諗下嗰陣時，九幾年，我買兜田螺唔係好多咧，唔係好少，都係20蚊嘅啫，好撚平嘅啫。再但我再諗下係咪平咧？以前我真係幾蚊斤，咁但係而家就冇啦。田螺大家又知道，田螺好煩嘅，田螺咧喺啲田度執嘅 ，OK。拎翻叫養嘅喎，好撚麻煩嘅喎，田螺養幾日嘅喎，屌你老尾！好啦，咁啊內地相反用福壽螺冒充田螺，而一隻福壽螺咧係有多達3000一隻啊，至6000條寄生蟲，食及咗之後咧會引起廣州管源線蟲病，嚴重者會出現癱瘓、昏迷甚至死亡。另外當年重金屬啊、污染物嗰啲唔講㗎啦。嗱，六月上旬。澎湃新聞記者去到湖南、重慶等多地暗地調查，在野外捕撈一幅壽螺價格極低廉，跟田螺咧價格相差幾倍。咁有啲商販咧就去學，就是、剝咗學，就將呢個幅壽螺加工成為螺肉流入市場。螺販指將軍化名嚟㗎，呢個將軍就話：屌你老尾，幅壽螺一斤賣5毫子，田螺要3-4蚊，哇！咁屌你老母，你爭好遠喎，有7-8倍喎，係嘛？佢話福壽螺加工廠嘅負責人話：由於近年田螺數量減少，呢都冇田啦，何來有田螺咧？野外水域嘅福壽螺就越來越多，大殼嘅福壽螺咧一睇就睇得出嘅，唔撚掂嘅。
所以佢哋呢幾年咧，主要賣去咧就係去殼去咗殼嘅福壽螺凍肉，一年可以賣幾百噸嘅，主要去賣一啲啊餐飲店同埋預製菜工場啊。咁啊，內媒記者隨機購買嘅多款螺肉產品入邊咧，即係唔係淨係福壽螺嘅產品，多款螺產品入邊咧，都發現福壽螺嘅足跡嘅，即係蹤跡嘅。大家諗下，你個螺肉摘咗出嚟咧，你真係唔諗知嘅喎。係啊，係咪又整落個龍味？啊！老實講，田螺嘅 texture 咧，同我哋食嗰啲海螺係有啲唔同嘅，海螺啲硬啲嘅，風風螺嗰啲。福壽螺我未食過，唔知啊。好啦，有網民話好擔心福壽螺攞來熬湯做呢個螺絲粉嘅高湯啊，因為咧大陸好興食嗰啲螺絲粉嘅。超市啊，佢話嚇，原來我細個食路邊嗰啲炸串係福壽螺嚟㗎，又未必。以前可能都真係仲有田螺嘅，但係而家就難講啦。一陣我哋先睇相。好啦，福壽螺同田螺係唔同科嘅啊。生物特徵咧都好有明顯差異，睇得出嘅。但係你煮撚完同埋加入調味之後咧，基本上分唔到，分唔到。有消費者發現過，曾經進行投訴，不過都未有人試過維權成功，係咪？好啦，今年五月，長沙網紅餐廳承認用福壽螺。引發熱議，近期又有人因為你聽住喎，唔戴手套去清理福壽螺，都熱感染到寄生蟲。哇！你都冇話食啊！你唔戴手套嘅啊？根據新華社多家媒體報導，2006年北京有兩家餐廳嘅涼拌螺肉入邊含有寄生蟲嘅幼蟲，結果造成160例感染。另外，2017年一個女子誤食小吃攤上面嘅福壽螺。導致寄生蟲入侵腦部死亡。多年嚟各部門都呼籲唔好撚食福壽螺啊！大陸係有呼籲噶，唔好食噶。福壽螺入邊一隻隻就有3000至6000條寄生蟲。如果螺內嘅寄生蟲冇被完全殺死，食用後就會引起呢個廣州管源線蟲病，唔知乜撚嘢事嘅，會導致腦膜炎嘅。OK。咁另外咧，上海海洋大學海洋科學同埋生態環境學院嘅張錦光教授就話。在不同受污水體入面攞到的福壽螺咧，除了頭先你話有寄生蟲之外咧，仲有重金屬啦、新的污染物啦。佢話咧，隨時對人體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喂，喂，諗下喎，大陸唔係冇做嘢，起碼有宣傳嘅喎，叫人唔好食喎，啲人照丟你乜照買，唔係照食啊，係照愛嚟假扮啊。啊，央視網報導咧，佢話唔吃福壽螺，尤其加工唔徹底嘅福壽螺嘅時候咧。冇被殺死嘅寄生蟲咧，會喺人身體入邊亂轉，哇！屌中蠱咁樣樣，甚至咧對腦部產生影響。廣州日報就話咧，如果屌你諗你食用咗呢啲咁樣加工或者加熱唔徹底，屌你嘅福壽螺之後咧，中咗呢個廣州管源線蟲幼蟲啊！除咗頭先我講嗰啲咩癱瘓啊、昏迷啊等等咧、死亡等等咧，佢仲可以喺啲體內度繁殖噶，屌1变4，4变12喎。屌你老母！你唔撚熬底啊？啊！所以咧，大家明白點解我仲未翻大陸啦？嗱，我會翻嘅，放心。好，我屌你！我分分鐘我直播食福壽螺，分分鐘我呢個禮拜日就翻。好，因為我不過要上 AI 堂。係，玩我聽晚就翻。又浸福壽螺。係啊！屌你老尾！老實講，飲埋清水。真係冇所謂嘅，即係你總言之學阿 Victor L 阿仔上得去就預撚咗，咁撚驚就冇撚上。嗯，啱唔啱啊？咁啊，自己諗自己咯，係嘛？好啦，嗱，就等完我最新出嘅，我家姐試咗啦，哇，好撚正！我哋個鮑魚粥有乾鮑嘅，屌你咪49蚊，點解我唔賣多過50蚊咧？因為我覺得真係我接受唔到咯，一碗粥嚇、啊，但有乾鮑鮑魚雞粥，有隻乾鮑喺邊，隻乾鮑都好食。我一包賺9蚊，我講埋啦，嚇、啊，咁啊，希望大家真係試下啦，係咪？好啦，嗱，即係我哋嗰啲嘢全部，喂，其實你真係我老實講，點解我成日做呢啲嘢？因為呢啲香港廠佢唔夠嘢做，即係叫大家幫下手。嗱，我就冇話特別話咩趁勝先香港踩低大陸，我冇嘅，其實我冇嘅。但係佢真係冇嘢做，我咪點咯？係嘛？即係幫得幾多咪幫咯。我大家食過都會話抵嘅。喂，你出邊食碗屌你尾及第中3-4兜嘢、4-5兜嘢啦。而家仲何況我真係有隻乾包啊，唔係嗰啲咁屌你我啲咁包咁樣啊，都似似樣樣啊，屌你尾10幾頭啊！啊，好啦。我哋睇下呢個福壽螺先。嗱，你就咁獨立睇咧，你就睇唔出佢係咩福壽螺定咩螺嚟嘅。佢、但係個樣咧，
都係一隻攞咁樣咯。嗯，啊 ，OK， 好，再去。嗱，裸肉你更加分辨唔到啦。係啊，點分啊？屌你，你仲跟住你，仲要調埋味，煮熱埋，你分唔到噶啦。係、可能食落去個 texture 就唔知啦、再咧，嗱，你咁樣睇落，嗱，田螺咧，我唔知道你嘅田螺係咪特別細嘅，因為田螺有細有大。嗱，田螺其實任何螺類太細嘥冷氣。嗯、大螺通常都不好吃的，就是即花螺也是，你要中間的、最貴都是它的。嗱，它似乎比田螺大很多、就算你說大小不要計算，它的 shape 你這樣放在那裡你就看到是分別的，看到的、但你拆了螺肉你看到好像剛才那樣、如果你說這樣價錢呢，我夠膽說你上在上面吃的任何螺肉一定是福壽螺，屌你老母，它怎麼會它七八倍、我怎會給田螺你吃啊、即是你說炒田螺的又是福壽螺，屌你什麼東西、老實說啊，上面的海鮮呢，即食撚到怎樣呢，我發覺它有很多海鮮是我們以前不吃的，即現在的海床可能讓我們吃完的東西，它上面很撚很撚興吃的一隻呢，很撚長形的、它是螺的，早十年八年香港人不吃的，即沒有吃的，以前現在都吃了。喂，我們只是吃幾樣東西嘛，如果講來計我們吃開那些有貝殼類啊，咪帶子啊、青口啊、生蠔啊、東風螺啊、花螺啊，係呢啲嘅啫嘛。屌咗咁樣孤零零精怪嘅啫，有乜唔知乜你鬼爪螺，唔知乜狗嘢咁樣啲嚇。我話你嚟啦，所以大家上到去啊，咪試下咯，或者煮得熟都冇嘢。你諗下，吉多串串呢啲。喂，搞到我連啲日本嗰啲螺啊，即係我你真係唔知喎。葉葉嗰啲咧，嗰啲就應該唔驚係嘛？我都唔敢食啦，而家搞到。嗰啲應該唔驚係嘛？我點知會係食邊餐啊？但係咧。但是那些葉、那些日本那些螺呢，很多時候很甜很濃味，現在發覺有些廠做得、啊、這一隻呢，有得鳳爪又成，屌你老母，原來人家有些人還這樣成炸，即是你很明顯成，即是他可能成炸拿貨回來、然後就賣小販檔，屌你老母，滋味滋味，你看到咦有螺肉喎、因為我也很喜歡吃螺肉的嘛，譬如我們去到咦去到屌你老母牛柏葉、牛柏葉螺肉啊，豬皮啊，魚蛋啊，你啲乜魚有炸噶？係啊！屌你老母，原來係福壽螺啊！你唔撚死啊 ？OK， 休息一陣。